Hello， 家人们，今天分享一组阳历十月份到明年三月份预产期宝宝的待产用品。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，贴身子包裹的纯棉包单准备上两条，方便换洗。然后包单都是一种卡通图案的，非常呆萌可爱。包单的外边需要包裹一条加厚的抱被。新生宝宝刚生下来以后，对外边的环境还有温度都不太适应，然后准备一条加厚的抱被给宝宝包裹起来。这一款的话是一个安抚痘痘款的。然后宝宝的小衣服给宝宝准备上一件夹棉的，然后这款衣服里外都是纯棉面料，非常绵软舒适的。小帽子准备上一顶，保护宝宝前囟门，防止受风着凉的。宝宝生下来随时都会拉尿的，宝宝的 NB 码的纸尿裤准备上一包。第二天护士小姐姐会带宝宝去洗澡，六层高密泡泡纱浴巾准备上一条。然后这款浴巾是经过120度高温水洗杀菌的，所以柔软舒适度蓬松度都非常好的。宝宝的小毛巾准备上一包，洗脸洗脚洗屁屁，然后的话洗澡的时候搭肚脐都可以去使用。没有给宝宝准备待产用品的，来我直播间里边挑选款式花色吧。